目前全台湾各县市政府是将对民众处理市场用身份证为锁来做分流，不过部分地区因为无经济，效果是真有限。为此，官府是全台湾第一个在县内的市场建设人流政策仪器，配合下载分流所谓全民平台，就会当在手机啊顶头看到及时的人流状况。传统市场是民众进行必要采买的所在，也是出现群聚的高风险场所。为着有效来管控市场的人流状况，即摆县政府就率先全国伫县内的市场增设人流监测仪器，只要配合分流纽币 APP， 就会当及时掌握市场的人流。啊，借由现在的科技哦，啊，针对哦，啊，整个人流分析的一个侦测，让我们乡亲呢在家里就知道我现在要到这个市场，那这个市场呢现在人多或不多了哈，那去安全或不安全。现在那个分流的政策哈，啊，还有点不太清楚，啊，所以哈，县长哈，现在来这个人流分流侦测器，啊，希望哈，啊，地面会使善加利用。对着这个人流监测系统，民众拢是抱着正面的态度，要店家提供家己的场所出来，方便政府进行增设作业，就是希望会当同心协力，赶紧度过疫情的难关。你这个位置算是在市场的？应该是算市场的中心。所以这里装是最棒的啊！对对对对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还有防疫期间我们大家都好，就是最好的。啊，分散人流，不要把人挤在一起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危险人物。就是大家把它隔开，这样比较大家都比较安全。这个软体方便基础，就是只要用手机啊，对当知影上即时的市场人流状况，即挂累积的资讯也会当作为公家机关未来施政的参考。未来伫县内各处也会陆续增设这个人流监测仪器，导入这样的一个人流侦测系统哦。除了我们的县民可以及时在手机上知道每个市场的人流状况，当要不要出门采买的参考哦。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不断累积的大数据哈，来研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哈，才是真正能够协助传统市场的生意，在防疫的考量下又可以兼顾他们生意的最好的规划。县政府也要呼吁大家多多安装 New币 APP， 目前以后有支援各大场所的实名制，会当减少签名所可能造成的传染风险。记者林冠华报道。